学堂，嘟嘟噜，嘟嘟嘟噜。嗨，朋友们，晶晶姐姐来喽！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玩有头饰的游戏。你们能猜到，当我戴着不同的头饰，我喜欢吃什么吗？来试一试吧！会就变身 ，Go！ 呼呼，你们快看，我变成了小兔子。兔子喜欢吃什么呢？来猜一猜吧。嘿哟，这两个里面到底放了什么呢？左边，右边，呼。点兵点将点到谁就拆谁，五就打开这个吧，三二一，会！哇，天哪！哈哈，你们快看，有蛋糕，有热狗，有薯条，有橘子，我喜欢。哎呀，不对不对，我现在可是一只小兔子，兔子不能吃蛋糕。不能吃火腿，不能吃薯条。那这些给谁吃呢？哦，我还有一些吃的。这个里面装了什么呢？应该是我爱吃的。咻咻，三、二、一，哇！耶！是我最喜欢吃的胡萝卜。嘟嘟嘟嘟，哇嘿！小兔子最喜欢吃胡萝卜啦！啊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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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胡萝卜好香啊！你们喜欢吃胡萝卜吗？当过了小兔子，吃过了胡萝卜，我要变身成其他的人。有啦！变身！哇！耶，朋友们，你们快看，我变成了厨师。那厨师最喜欢什么东西呢？当当当当当！你们快看，又有两个可以选择了。刚刚我选择了右手边，这次选左手。三、二、一，当当！快看，朋友们，哈，是我的好朋友阿奇还有毛毛，他们坐着汪汪队的车过来啦。阿奇，出发！呜，毛毛也出发吧。嘿嘿，不过阿奇和毛毛应该只是来看我的，厨师不喜欢车车。有啦，厨师最喜欢的应该在这个里面。三、二、一，哇！你们快看，是我最喜欢的锅、铲子。朋友们，你们肚子饿了吗？我来给你们做好吃的吧。baby， 哈哈，看看我的厨房都有什么吧。打开抽屉。哇，先来烤一烤我们的面包，开火，嘿呦，拿出我们的小铲子，翻转一下吧，呜，嘿，你们快看，做好了，关火，拿一颗草莓吧，把蛋糕先放上去，放一颗布丁，再加一些奶油。在上面放一颗草莓吧，耶！你们快看，我做的食物看起来很好吃吧？哇！除了厨师，我还想变身一位非常可爱的动物朋友们。嘿，变！哇哇！你们知道它是什么动物吗？哈哈，对了，就是熊猫。熊猫最爱吃什么食物呢？啾啾，来看看是什么吧。不够。
你们快看，好多甜品呢！哇，有甜甜圈、冰激凌、草莓，哇，还有蓝莓，我喜欢。不对不对，熊猫是不喜欢吃这些的哟。只能忍痛不要吃了。哇，这里应该是小熊猫最爱吃的东西啦。也是水果。熊猫朋友们不是最喜欢吃水果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熊猫朋友们没有找到它最喜欢吃的食物。你们知道熊猫最喜欢吃什么吗？留言告诉我吧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